哦，所以景深层次也可以大幅的提升，好不好？来，那么厉害的感光元件，是我们 M 级的感光元件，M43感光元件，不要忘记了 M 级。M43感光元件哈，非常好，要记清楚哦，这也是很重要的第二大特色 M43感光元件哦哈。我要进入第三阶段喽，来第三大特色，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背板有没有看到一台很大的类单眼相机？这个就是我们的 L100 哦。然后再看看它的镜头，我们的镜头正上方是不是 LLEICA 五个英文字？请问现场的朋友们，它怎么念？莱卡，非常好哦，没有错，就是我们的莱卡镜头。哎，我们的 L100 是搭配我们专业的莱卡镜头哦。现场的朋友们，一颗专业的莱卡镜头是不是很贵？甚至比我们的机身还要贵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只要购买我们的 L100。直接搭配的就是我们专业的莱卡镜头在上面了，好不好？拍出来的照片是一样可以媲美我们高阶的单眼相机哦，让你不需要再另外去购置镜头，浪费我们的冤枉钱，好不好？来，现场的朋友们，有没有人知道我们的 L100 在我们的资讯月的首购价是多少钱？29,900元哦，非常好，30,000块有找，非常的便宜，非常的超值哦。所以刚刚主持人一开始就说了，是我们全展场里面资讯展里面。